李学斌编导，岑海伦原著，杨远微改编，周俊良录音。明公子第二十回大结局，参加演出的艺员有刘德华、姚秀玲、莫家驹、朱曼子、李学斌、丁恩、陈炳球。黄生，三公子呢？三公子啊？三公子，佢啊出咗去啊。出咗去？啊，系系。佢咪话过今日冇事噶？系，本来公司就冇咩事嘅，不过都系冇嘢啦。黄生，你系咪有啲事要话俾我知啊？冇咧，冇咧，冇啦。但睇你个样子，分明系有事嘅。关于三公子噶。如果真系有事，不妨对我讲啊。三公子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我很应该关心。是，不过三少奶，我真的很难做的了。三公子是我老板，他一直又对我这么好。你的意思是说，三公子有些事是不适宜告诉我听的，是吗？我怕说了出来，三公子一定会怪责我的了。我不会告诉三公子，是你告诉我听的。你放心，不过我又怕你知道了这些事之后会影响你们两夫妻间的感情，那我过意不去了。不过你说如果不让你知道，我又当你不抵了。你说得好像很复杂一样。本来事情就不是很复杂，不过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对呢。黄生，你不用这么为难啦。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我是可以知道的，你就告诉我知道。至于以后是怎样，我会自己负责。如果三少奶这样说最好了，是吧？首先我声明下，我不喜欢讲是非的，不过我真的替你不抵了。三少奶，你大概当然不知道，三公子最近三公子最近在外面呢，又跟其他的女朋友来往啊。你说他是真的？三少奶，有几次还是他叫我帮他约，约得最多的呢就是狄小姐了。 Debra 姐姐啊，没错了没错了，就是他了。有这样的事吗？三少奶，其实你听了不要难过啊，嫁给有钱仔是这样的，需要看开一点。其实这些事我一早就料到会出现的了。三公子是怎么舍得放弃以前那些风流的日子才得的？不会的，一定不会这样做。你不信吗？自从结婚之后，他对我都是一心一意的，我都好相信佢一直系规规矩矩嘅，又点会忽然间？哎呀，其实好多事啊，好难讲嘅。三少奶，嗱，我自己系男人都系咁讲啦。有几多个男人啊，可以一直只系对住一个女人规规矩矩啊？又何况三公子一直都系风流惯嘅咯？呢层可能。最近我好少陪佢啦，令到佢有啲闷，所以就有啲朋友去玩下，大家食餐饭睇场戏，冇咩唔妥啊。三少奶，其实有好多事，我谂你梗系唔知定啦。系咩事啊？嗱，譬如话，三公子啊，送咗一座别墅俾姚凤小姐啊。又譬如话，狄小姐而家开办嗰间模特儿嘅训练学校啊。完全是三公子拎钱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你当然不知道了。唉，由这些这样的事可以看见，可以证明三公子和他们之间的交情不只是吃餐饭不只是看场戏那么简单的。我记得 Debra 姐姐开了间模特儿训练学校，是在我和阿迪结婚前后那段时间的。换句话说，就算真的阿迪出钱支持他，也是在我们结婚之前决定的。
既然是结婚之前的事，我不想再追究。三少奶，又不是这样说啊，他们现在重修旧好吧。三少奶，我都是为你着想的，这件事你一定要追究才行。黄生，我很多谢你这么关心我，至于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的。那就最好了、啊喂，安公馆。喂，我、哦、请问三公子在吗？三公子是吗？三公子出了街，请问哪位找他？我姓马的、哦、请问你们三少奶在哪里呢？阁下姓马的嘛、啊、好，请你等一下。麻烦你、啊、三少奶、啊、你的电话、是不是三公子打回来的、不是、是位姓马的。姓马的、好啊。喂喂，我是马宝元啊。真是你？刚才我已经在想着可能是你的了。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了，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是啊，很久了，应该就快两年了。是了，你怎么样？好啊嘛。不又是这么上下，不过今天我打电话来是有件事讲给你和 Anderson 知的。哦，刚才我本来想找 Anderson 的，但是他又不在这里。你想跟我们说什么？我又要离开香港了，而且可能不会再回来的。你要去哪里？为什么要离开香港？为了做事，也都想转换一下环境的。我会去美国，在那边定居、而且会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专门打电话来向你们辞行的。那以后我们的距离就更加远了。不过你始终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关心你们，祝福你们。多谢。找一天我和阿迪请你吃餐晚饭，当如饯行，等大家好好地聚下嘛，好不好？我怕着没时间吧。你几时走啊？听日。听日？你这么迟才通知我们的？那其实我都考虑了很久才你打这个电话的。因为他、也都因为我自己的。当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想见多你一次才离开这里，但是又怕着有点不方便，所以到今天才打给你。都没什么不方便的，如果阿迪知道他跟我一起来的。我就是怕着他会不喜欢，因为他曾经误会过我和你。过去的事还提来做什么？何况你现在就要走了，他不会不喜欢什么东西的。他和你自小就相识了，更加好应该帮你践行的。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的。但是我明天就要走了、不如今晚我们一起吃餐饭好不好？这样啊、不如你们来我家吃餐便饭、一来有我父母在这里， Anderson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二来今晚我也想留在家陪下爹地妈咪，你说好不好？好，那去你屋企呢？啊，还有啊，安 uncle 和 auntie 都会来的，我妈妈都请了他们。那更加好添啦，我和阿迪一于道。好，那我们今晚见面先再说。好啊，今晚见、拜拜。黄生、你出得嚟啱啦，有件事想麻烦你嘅。三少奶，有咩事啊？我又唔知道三公子而家去咗边，你帮我揾下佢啦，好吗？如果找到他的就告诉他知，马宝元明天就要离开香港去外国定居，所以请我们去家吃饭，大家聚下聊下天，叫他尽快赶回来。这样啊、我不清楚三公子去了哪里、不过这样我可以即管试试找下他的、那好啊，麻烦你，现在我先换件衣服，你快点找三公子吧。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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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机会来了，好，即刻通风报信先。哎呀，千祈要找到他才好啊，不要去了街啊。
喂，唔该你请阿狄小姐听电话。哦，我就系啦，边位啊？哦，你就狄小姐啊？系啊。我系黄明心啊。哦，原来系黄先生。点啊？系咪三公子要揾我？哦，差唔多啦。阿狄小姐，你得闲嘛？得闲。而家三公子喺边度啊？哦，佢而家就同两个客仔倾紧生意。不过佢啊讲好咗今晚啊翻屋企食晚饭嘅。你啊大约边段时间嚟啊？佢约我去屋企见面。系系系。方便啦。哦，冇问题冇问题，今晚啊绝对方便。点解啊？彩梦仲有其他嘅下人咧？你唔使担心咁多嘅。总之你今晚七点半之前嚟到系最啱噶啦，对你有利而无一害嘅。咁，好啦。我今晚七点半之前到啊。诶，咁好嘅，今晚见，拜拜。好，拜拜，今晚。拜拜。得咗，今次仲十拿九稳啊！有人嚟唔得，我就嚟打电话就得。哎，佢唔喺屋企，唔系。咁啊，好啊，好啊，好啊，咁麻烦晒你啦喎。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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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该。黄生，点啊？搵唔搵到三公子啊？论尽啦，周围都搵佢唔到。咁啊？咁点算呢？我而家又想去买啲嘢先，你都知噶啦，人哋要走，好应该送翻份礼物作为留念嘅。咁啊系，好应该添。但系又搵唔到阿迪，我点约佢咧？不如咁啦。点啊？点啊？嗱，我买完嘢翻嚟，再喺屋企等佢啦。唔好啦，三少奶。嗱，你谂下，一来一回嘥好多时间噶。嗱，又唔知道几时先搵到三公子系嘛？又唔好意思要人哋等你哋两位啊。不如咁啊，你买完嘢咪直接去马家咯。我话继续搵三公子，咁如果搵到咯，咪通知佢，叫佢直接赶去咯，咁咪更加好。咁都好，麻烦晒你喎。千祈唔好咁讲，你放心啦。唔该。唉，一定系 Anderson 翻嚟啦。哼，狄小姐，你坐埋一边啦，有好戏睇啊。我哋真系要咁做啊？乜你唔想咩？狄小姐，其实我都系为你好噶咋。三公子本来是你的，忽然间就被三少奶抢出去，但是如果今晚成功的话，三公子就会再次属于你的了。你不想做我们的三少奶吗？我不要想那么多了，对你有好处是啦。我不跟你说那么多，我去开门先。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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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这么久才开门啊？招呼紧阿狄小姐啫嘛，吓系啊，系我啊，哦，好意外咧，哦唔系，估唔到你嚟啫嘛，啱啱经过呢度，咁我谂起咁耐都未曾见过你哋嘅宝贝仔，所以咪嚟睇下佢啦，又想探下彩梦啦，点知咁巧，只系见到你哋嘅仔彩梦就唔喺屋企，咩话？袁琴唔喺屋企，黄明心，哦，三少奶咧？三少奶啊，三少奶三少奶出咗去啊嘛，哎，佢梗系出咗去啦。我问你佢去咗边啊？我唔可以讲嘅咧。其实三少奶都佢冇同我讲过去边度啊。做咩吞吞吐吐啫？咁你到底知道啲乜嘢？你快啲讲啦！三公子啊，我你唔讲我炒咗你噶！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三公子咁真系好冤枉噶，我唔敢讲出嚟咧。哎呀，我叫你讲就讲啦。好啦，点啫？三少奶佢啊，好似系约咗个朋友喺外边见面，话系饮下午茶噶。咩话？大约系四五点啦。约咗个朋友，佢 Anderson， 你做咩啫？彩梦系你太太，唔系囚犯啊！约个朋友去饮茶都唔得。佢最紧张小迪噶，情愿冷落我都要去陪佢嘅。而家竟然抌低个仔去见嗰个人，嗰个人真系唔简单。黄明心，你知唔知系边个？我系一个男人嚟，佢姓马嘅。姓马嘅？系马宝远。或者是啦，三少奶冇同我讲，不过电话咧系我接嘅，
我问佢贵姓揾三少奶啦，咁所以我先知啫嘛。原来佢哋仲有来往嘅。仲有啊，三少奶一接到个电话咋，连少爷仔都唔理。着得好靓咁啊，出咗去啦。唔好讲啦，唔好再讲啊。啊系系。你做咩啫？嗰个姓马嘅系咩人嚟啊？你会咁紧张咁嬲嘅？你唔知噶啦，当初袁琴差啲因为佢而放弃我啊。只不过我抢先一步同袁琴结婚，以为咁就冇事啦。点知而家佢哋又喺埋一齐，哎，真系俾激死，激死我啦 ！Anderson， 唔得，我要即刻去揾佢。哎，三公子啊，三公子，你去边度揾佢哋啊？你一定知佢去咗边噶？我唔知喎。哎，你真系冇用嘅。点解当时你唔跟踪佢哋咧？系，我系冇用啲嘅。咁而家点？由得佢哋幽会，你叫我点忍啦 ？Anderson， 你唔好咁心急啦，或者唔系你想象中咁坏咧？或者如果系真嘅，到时先至急就迟啦。但系你而家自己喺度心急，自己喺度怒气都冇用噶。起码都要等到彩梦翻嚟，你问清楚佢啊嘛。等，而家叫我等多一分钟啊，我都唔知几辛苦啊。你叫我点样等落去啊？不如我陪你出去散下心啊。唉，唔使啦，我一定要等佢哋翻嚟。就咁样坐喺度等，等到几时咧？啊，我哋一路饮酒一路等啦，好唔好？我唔知啊，我好烦啊。王先生啊，麻烦你攞樽酒嚟啊。啊，好啊，好啊，好啊。嚟啊，陪我再饮杯。嚟啊。Anderson， 你喝了很多了，够了，不要再喝。够，我还清醒，我还甘愿，我要再喝。Anderson， 你不要阻住我啦。你肯不肯陪我喝多杯？只要你欢喜，我一定陪你。Debra， 还是你对我好。如果当初我娶的是你，就不用搞到现在这样。咪咁傻啦，唔好喺度胡思乱想。我唔系胡思乱想，呢半年我实在太闷。袁琴佢陪我嘅时间越嚟越少，佢唔再关心我，唔再留意我。我成日觉得好空虚，好寂寞。佢一啲都唔理，佢可能唔再爱我。点会呢？佢唔会咁噶。会嘅。一定会。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跟我旧情人幽会？迟些他一定离开我，那我就什么幸福都没有。 Anderson， 不要这样。 Debra，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很可怜？不是，我说不珍惜你的爱，离开你的女人才是最傻最可怜。如果袁琴懂得好像你这样想就好了。其实除了彩梦，还有人珍惜你。记得当初我知道你要跟彩梦结婚的时候，我真的痛苦到想死她。但是我再想想，如果我死了就真的要离开你，所以我留下仍然可以暗中关心你、爱你，我又何必计较你对我点呢？是真的 ，Anderson。咁多年来，我对你始终冇变到。只要你需要，无论几时，我都愿意陪住你。Debra， 小心啊！你点啊？我头好痛，我有啲唔舒服。你哋饮得太多了，嚟，我扶你上房休息啊。哼，唔使问啦，一定系嗰个女人翻嚟。今次我计划可以成功啦。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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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三少奶，你老爷，奶奶，你哋两位都嚟咗啊？系啊。嚟，我哋顺路送三少奶翻嚟，又想嚟睇下个孙小迪嘅。爹哋啊，妈咪，你哋坐下，我抱小迪出嚟啊。如果佢瞓咗，就唔好搞醒佢啦。我知噶啦。老爷，奶奶，我去斟茶。唔使啦。你始终找不到三公子吗？是啊，我找不到啊。王明心，你做什么？好像慌失失的。没什么，我去斟茶。安定神，你记得我字啊？不知什么事了。快点看。三嫂，什么事啊？阿迪他。他做什么？阿迪回来吗？头先我本来想抱小迪出嚟啊，点知见到我哋间房，听见里面有人声，打开门睇下，点知见到佢。你喊咩啊？你以为你自己对得我住咩？阿迪，到底咩事啊？爹哋妈咪，点解你哋会忽然间嚟咗呢度嘅？我哋头先同阿三嫂一齐食饭，食完饭就送佢翻嚟啦。一齐食饭？系啊。你呃我。咩话？你哋一齐食饭，点解唔通知我啊？唉，你仲好讲添，揾咗你成日啊，都揾唔到你。你究竟去咗边啊？边个话揾我唔到啊？黄明心啦，佢系咯，佢点会揾我唔到啊？佢明知我系同两个客签约噶，我仲话俾佢听七点零钟就会翻噶。咩话？点解会咁噶？系咯，点解会咁？点解？因为黄明心要包俾佢，佢哋蛇鼠一窝嘅。你仲喺度恶人先告状？你同旧情人幽会，然后拉埋我爹哋妈咪一齐翻嚟做挡箭牌，你估我唔知啊？我同旧情人幽会，你讲边个？你同马宝远啊？马宝远？宝远？系点会咁噶？我去见马宝远，同佢一齐食饭，但喺嗰段时间之内，有爹哋妈咪在场，亦都有佢嘅父母在场，我哋之间系光明正大嘅，咩幽会啊？系咯，你哋咁多人喺埋一齐？系啊。三嫂句句说话都是真的呢，我同你爹哋去到马家嗰阵，佢都未到，我哋可以证明噶。冇错啦，阿迪，你谂咗去边噶？人哋宝源听日就要离开香港，去第二度定居啦，所以大家同佢食餐饭当系饯行啫。你唔去已经唔啱啦，仲喺度立乱谂嘢嘅你，真系咁？系啊，唔通爹哋同妈咪嘅说话你都唔信咩？但系黄明心佢话，黄明心，你唔使诈底啦，呢个责任你系推卸唔到嘅。袁琴，唔好走啊！袁琴，唔好掂我啊！袁琴，今次嘅事一时误会啫，一日都系黄明心佢讲嘅说话你就相信，咁即系证明你对我一啲信心都冇嘅啫。咁我哋又何必再喺埋一齐？袁琴，你听我讲啊！你听我讲啊！我哋之间已经冇咩说话好讲。袁琴，喺结婚之前，我已经同你声明，如果我发现你再招惹其他女人，我唔会原谅你啊！就算今日结婚，听日亦都可以离婚。你记唔记得啊？我记得，但系我只不过一时。你唔使再解释啦。我唔要一个冇定力而对我冇信心嘅丈夫。算了。我哋之间远吓咩话？喂，三嫂啊，有事可以慢慢讲啊，使乜咁惊？俾一次机会阿迪啊！我已经决定咗，再见啦！袁琴。悲欢离合，明公子第二十回大结局，现在已经全部播放完毕。We'll be right back.